总有人说我们卖出去的表以后有什么保证啊？今天就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售前售后保养维护的一个中心，走，跟我来。修售前的奉承远不如售后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宗旨，一流的一个售前售后的服务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也决定了我们的高度。那我们的负责人白云帮你介绍一下。邓总好，那咱这边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表。好好好，这边呢是我们那个手表先来的这个维修跟鉴定的这个部门，它主要会对新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拆解，还有这个最后做品控也是从这边来进行的。那下一步，这是我们那个手表的零配件，就像游丝啊、表带啊、表玻璃啊，这个我们都是有现货的库存。这边呢就是表咖的维修中心，我们有这个大约是6-7个维修桌，都有维修人员对表进行保养啊、翻新啊、故障的维修啊都是可以的。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抛光工厂，我们这个抛光机呢都是瑞士原产的，跟劳力士啊、百达翡丽的这个总部都是一样的，使用的一样的设备是 Quickfix 1500，每台设备大约在30万左右。我们可能是中国拥有这个设备最多的一家这个抛光工厂了。这边呢是我们的超声波清洗、镀金、喷砂的工艺，基本上一块表的所有的这个维修跟保养都可以在我们这表咖一次性全部完成。占地面积应该在600多平，这楼上还有，一共是3层，三层在1800平左右。看一下我们的合作，对，这是我们的合作，包括我们的这个香港总部的这个陆少华技术总监，包括央视啊，也有我们参与过《走进科学》的节目，独立制表师，包括 CC， 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边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直播，这个直播，直播，对对对，都是有的。上面的办公室就不用拍了，对对，那就这，对。